你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啊，我让你让了很多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蜘蛛在上，我第一时间都没动你，你恐怕以为你自己打得很好，其实你错了，我在让你，因为我觉得劣势还不够大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并抄。你过来找我的话，那肯定是两个人也打不过我的啊。一、二，大招，你在找死对吧？你这找死，你这肯定是找死。我挖掘机这种装备一打二是绝对没问题的啊。所以当他们这波来抓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要出问题了。可以，如果他们出来的话，我们选择打团击飞，一二真实伤害。好，先给个警戒，鱼雷给上，我有隧道继续追击，先给他个缓速，一二三真实伤害，好不了。哎，好，可以考虑一波。他敢摸我，他胆子很大，一大招直接秒掉。哎，他没有脾气，我站着不动你都打不死我，你应该心里有数了，一二三真实伤害。哎，他心里还是没什么数的，吃个药保持满血。他 gank 了一波，你再打红那对不起，我肯定不让你打。啊，红烛没落，闪现我不追，因为他有冥想，我追不了。但是我哪里红？想好了再来，兄弟，我就喜欢你追我的，哎，追我。哎，蠢蟹，你这把怎么办？小青年，你这把没有闪，一起咯。啊，一起咯，这手闪现是必须得交的呀。抢 A 爆炸果实逃跑，不存在的。一波，我浪了。你敢打我吗？我就问你敢不敢打我。耶，我闪现呢。一直 Triple Kill。你以为啊，我就是故意不闪，让你打我，开启这波团战把你们全部带走。果然打野怪去了。那么他这波想回来收这个兵的经验，我们也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收啊。这个药等流血效果消失，他的旋风斩放了。好，一个大招，你开出大招，我先跑路。不会吧？还好还好还好，他对方还好还好，他点燃焦了。现在奥拉夫以为我回家了，泰达米尔也以为我回家了，但其实我是一个老鹰底，我并没有回家。但我觉得有点浪，并不是很稳。等他的 Q 用旋风斩交了，他在这里回城，并不知道等他七秒钟快到手购物的时候，我来了，你没想到吧？在购物，我的闪现马上好。塔达夫来了，我跑不掉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操，你头这么贴的啊！这个时候狐狸正在往我这里赶，没有往我这里赶，我现在在这里回城，你能怎么办？有，哎，这个人头脑这么单一的吗？一根筋的，你都不想我往这里走啊？来来来，杀他杀他杀！杀他死了，杀死了，杀，杀呀！怼到墙上 ，A J W 拉 A 接 A 接，积血接 A， 接一刀斩 A， 你和妈是。没死掉。看到一支队伍，看到的是一团的燕尾和路人。太好了！
你们信不信我能翻盘？不信吧？我也不信。好，我现在换个模式打了。我上篮，我就让你们看一下劣势这么大的局是怎么翻盘的，我的实力到底如何。从现在开始我开启王者模式，每一波认真打，你看一下有多强。所以当你的分再上不去的时候，不要再抱怨队友了，看好我这盘是不是劣势够大了，我是不是一点装备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队友是不是很瓦？没所谓，照样翻给你看，只要队友不挂机包翻。是时候给你们露一手了，不然你们真当我没点东西。我闪现马上好，好，我这个走位太棒了，我的无形铁手怂的嘛都不行，真的，为什么打个游戏会这么细节 A 接 W 接一手拉外圈刮一刀斩吸口血，我知道啊，这里是没有眼，又是比赛过来。好，我先拉开，你打我你一个人怎么打我，你怎么打我，你怎么打我，大龙给他收掉，收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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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大龙收掉，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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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束结束，投了 Victory。